文字游戏啊，文字游戏，谁能算出六加一等于几？答对我就驾驭他。哎呀，走一走嘞，看一看。哎，叫啥？啊，你忙啊，那忙忙去吧，回来再玩啊。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瞧一瞧啦，文字游戏喽。答对我就嫁给他。看一看，瞧一瞧，文字游戏。干嘛呢？文字游戏，算算六加一等于几？你要是答对了，我就嫁给你。你嫁？那我看看你俊不俊呢？哎，挺俊哈。那行，那我玩一把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干嘛呀？参与费。还得要钱呐！啊，你当然得要参与费了。你要是没有参与费的话，那我得嫁多少人？那你看得多少钱合适啊？看你长得还挺帅，嗯，100块钱吧。100呀？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就剩100了。你看我这穿的破的，不能给我优惠吧？不行。哎。行吧，100换个媳妇儿也行。这题这么简单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看我穿这么破，我也是上过学的。6+1吗？这还不简单？答对你就嫁是吧？嗯，嫁。那是你嫁吧？啊，我你瞅多俊呀，小姑娘。哎，合算，怎么样不亏反正。那我答了啊，我6+1。不等于7吗？等于7。我跟你说，我也是上过学的。你看，对了吧？不对。哎，不是，6+1不等于7，等于几啊？你是不是欺负我没上过学？谁欺负你呀、啊？你看啊，这6+1等于7，它不能这么简单。那不等于7，还等于8，等于9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也上过学。我跟你说哈、啊，你说你要等于7这么简单的话。那我一天得嫁多少回啊？那你得参考那个叫啥啊，物理学呀、化学呀，还有那外国什么啥的，那才行啊。你不是明摆着骗人吗？谁骗你啊？你打算把钱给我，快点。我干啥要给你钱呀、啊？那我是不是也没娶你啊？没娶你不给我钱？不是这么提啊，那你是不是答题了，对不对？我答了。那对啊，那个我笔也给你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那我干嘛要退你钱呀？我不没娶你吗？那你是不是答题了？答题了就不能给钱？这不明摆着诈骗吗？你才是骗！大骗子！啥人呢你？大骗子！就答对了，我也不嫁给你。看一看，瞧一瞧了啊！答题啊，6+1啊，答对了我就嫁给他。瞧一瞧了啊，答题来。哎呦，来，看你戴着个头巾儿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吧？哎呦我去！你这人这嘴咋的？还骂人呢你？你这咋玩啊？6+1，看题，自己不会看呢。6+1等于答对了，我就嫁给他。谁嫁给我呀？我。不是，你没有妹妹吗？啊。我长得不俊吗？你瞧瞧，瞧瞧多俊！哦，哎呀，我现在还是个光棍儿。你看看你这个腿，跟个大象腿似的，这肚子上肯定有很多肉吧？行了，我凑合着吧。来，那我玩一把。给你，你敢玩啊？咋不敢玩啊？行，参与费。参与费？哼，我看呐、啊，你就是个骗子。你别给我瞪眼睛。瞪眼睛也是个骗子！我跟你说啊，玩这游戏还用钱吗？啊，还用参与费吗？你不是骗子是啥呀？我在这儿摆摊儿，我能是骗子吗？在这儿摆摊儿，要是警察来了呀，就把你给抓进局子里去了。这幸亏没有警察。哎呀，行吧，那多少钱一把呀？300。哎呀！你今天中午吃算了是不是？好大的口气呀、啊、你！哦，瞬间漂移了，看你看的都看懵了。来，300就300吧，啊！呀，
这钱我还要少了。来，给你，不差钱儿啊。来，给我笔呀、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要写出来了，你就得跟我走，知道吧？干点女人该干的事儿啊。哎呀，不对呀，他六加一肯定不能等于七，他要是等于七的话，肯定得加好几回了都。哎，有了，哎，六加一是不是啊？你别说，这小猫挺像你的啊。哎，好了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咋六加一还整出个猫来了？你看着我还有呢，再给你来一个。再来个七 ，SEVEN， 英文名字叫 Seven， 咋样啊？这咋整出外文了这？嘿嘿，那你要这么低，那六加一还不得等于八呀？那等于九嘞，等于十。啊？你刚才说？哎呦我的妈！别。等于几就等于几，我现在又说等于几等于几了啊？刚才那个劲儿哪去了啊？不是你等于几等于几的时候了啊？不是了，不是什么不是啊？你别笑，我等于一行不行？行，你说等于几就等于几，现在又行了啊？行，早这么不就完了吗？费那么多事儿干啥呀？啊！叫你慢！哎呀，敢跟我皮跑步是不是啊？啊！我这才买的摩托车，我要试试马力我。山东的苹果，山东的桃，山东的姑娘最好看。哎呦我去！卖苹果嘞，有没有要的？山东的苹果，山东的。哎呀，老弟呀、啊，搁这卖呢。喂，不是。你咋说话呢你？你啥要在这卖呢？你会不会说话了啊？卖苹果呀！你卖苹果，你就卖苹果。你说卖啥呢？卖呢？你会不会说话啊？你看你头绑着围巾啊，跟卖鸡蛋的大妈似的，还卖？哎呀！你这人是早上出门吃屎了？说话咋那么臭呢？有病啊！本来还想买你点苹果呢，不惜得买，呸！这破苹果，一辈子卖不出去，给你烂家里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咋说话呢？还卖不出去？啥卖不出去？你管我卖不卖出去了？啊呸！还卖鸡蛋，卖一身鸡巴巴吧你！啥玩意儿的？哎，卖苹果嘞！卖苹果，山东的大苹果啊，有没有要的？卖苹果嘞，山东的大苹果啊，卖苹果嘞！哎，卖苹果的！哎，买苹果啊！啊！哎，对了，就你刚才过来前，我听你在那边喊那套词挺好听的，你给我来一张。啥玩意儿？我这是卖苹果呢。你在那边不是喊了套词吗？没喊，那卖苹果。啊、哦，我这十块钱一袋儿。十块钱？嗯。就你那苹果里边是不是有大有小的？我也不愿意吃小的，我愿意吃大的。这么地吧，我买一半，五块钱。五块钱呢？你哪有这么卖的呀？你光吃大不吃小的，也没有这么卖的。就五块钱，我拿一袋。你这杀的也太狠了，都不行，不能卖。你看你哪有你这样讲价的？讲价得有程序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卖十块钱一袋吧，你应该说八块钱行不行啊？我这八块钱不行，我这得九块。我说你七块钱行不行啊？你得这样，对不对？得有程序的。那行，那你这苹果咋卖？我这苹果十块钱一袋啊，五块钱。哎呦我去！你咋又按五块钱了？咱得按顺序来，对不对？你看他重来啊。十块钱一袋，八块。八块不行，九块，六块钱，七块。这么地吧，就五块钱。你这箱子我不要了，你就拿兜，我拿走就行。哎，你看这不就对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
刚才有个大姐过来买个苹果，包着围巾，跟卖臭鸡蛋的大妈似的，她也不跟你似的，直接过这整。你看你这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嗯，那多少钱来着？五块钱。行。不对，我也没五块钱呢。没五块钱呢？啊，就十块。那行，我找你啊，我找你啊。没五块钱。那、啊、五块钱、是不是？行，嗯，好嘞，嗯，你苹果给我，好，来苹果给你啊，嗯，行，哎，对了，咋的？我这有五块钱、你看你整的这事儿，那十块给我，那给你，那行，那这五块钱给你啊，你早拿出来费这事，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我这不就给你包两个吗？啥包两？这家有半筐苹果呢。还有啊。嗯。那行，你卖完啊。走啊！啊，走吧，下午再来啊。卖苹果嘞，卖苹果，山东的大苹果，卖苹果。